朋友，你莫搞讲你要推卸责任呢？我是要推卸什么责任啊？无啊，迄当阵明明就是你先找我，就要去厝尾顶神神秘秘安尼，唔知要搞讲什么代志，我就感觉怪怪啊。原来你是要设局啊！好佳哉，我有准备毛提防，让我掉落去三条水溪内面，我说袂清呢。陈伯，你到底学袂讲啥？到底什么代志神神秘秘啊？袂当伫咧办公室讲，一定要走来吃。当然是报好康给你啊！之前我不是跟你讲过，王爸把一部分资金放来 AAP 基金这件代志，你家己看啦，获利相当可观哦。我当然会记得啊，啊，不过这跟我什么关系？既然是阮赚的，你是安怎把咱六百亿的纾困基金放入去，赚一部分生生囝？这目前局势看起来哦，免一礼拜你只要能赚五六千万以上哦，一定是无本，就能直接赚钱呢。兄弟啊，你想看卖啦？我用金鸡团加赚一条，你条损失，包括你近期因为违约所造成的创伤，我白对你影响看，安尼，不是欠你个。敢真正安尼好赚？你不相信我？我当然嘛相信你啊！我大家拢看到啊！明明就是你，叫我六百亿全部投入去 AAP 的基金内面，你要做你无甲我讲，我真叫你害死你！好啊！吴家峰，你这鸦片为倒来？这鸦片一定是伪造的，你现在不帮我？我有什么资格挖你啊？我干嘛要靠着美国不降息？刘彩凤，你现在要哪走？我才想要问你，你现在要害阮罗家？阮哥绝对不可能安尼做。你就是百分之百相信阮瑶，你就是不肯相信我。你竟然怀疑我不是罗家峰，甚至你也怀疑。我会去伤害你，也是罗家所有的人。静怡，你要叫我安怎感觉公平？你要爱我安怎相信咱的感情，长久过去安怎无改变？你是不是变心啊？你想怎一直找我的麻烦？那是两回事，你免常常做伙讲的。这是信任两个字，我是真心对待你，你虽然你跟我设计，嘛唔相信我。王瑶今麦害爸爸损失几啊百亿呢？你搁替伊讲话？你是还讲袂出声是嘛？好啊啦，今麦大家情绪拢无好，只能减讲一句啦。瑶，你先去查好清楚，看 AAP 基金今麦上新的计数偌济，会当救偌济就救偌济顿。哦，我先去查，我再回来。阿妹，我知影你顺利相信我。卖相信这么讲的话，会让你真为难。那我请你给我一寡时间，我连证明这封手袋当样品是伪造的，我绝对不可能做出伤害你利益的代志。好啊啦，你的个性我不是无了解啦，你无讲我不知，你哪有可能讲叫嘉峰把那笔六百亿的周转的资金哦投去 AAP 的基金，插底线，贪花烂三钱。你竟然愿意相信我？这就等于是我的后生啦！啊，做老爸相信自己的后生，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啊！阿伯，敢讲无其他特别原因还是理由？其实有一个朋友哦，有甲我点过啦。伊怀疑讲有两个家风存在，甚至真有可能甲油香水有关系。本来我毋是真相信，啊，毋过志豪害入去疗养院的监视系统，确实看到有另外一个家风啊。喂，
你讲迄个朋友是不是阮爸？你印象起是谁啊？好，阿我呢，什么拢无讲，你也约会出来啊？阿伯，因为今天的病院关了江道新乌车，今日我重新出现，阮爸的反应雄变足大个。伊甚至讲问阮妈，迄本乌车毋是已经互阮爸藏起来，这真明显，阮爸已经恢复啊。只是毋知啥物原因继续继续继续，我就不该跳破。安尼是恁爸伊家己安尼无说，你叫你发现咯，毋是我讲出来哦。是讲，恁爸本来想讲哦，要对尹香水遐看会当发现啥物无？现在遐拄好，尹香水发生意外，即马状况也不明啊。啊，看起来恁爸想要对尹香水遐得到啥物线索，应该也无遐尼紧啊。表现了真好，咱伫咧会议室继续配合我，啊，安怎样啊？我了解，我先来，哦，别行错过。啊，今日来公司开会，竟然无直接去办公室找我。林导先来找家峰讲话，还是讲伊先来找家峰，还是照金妹的个性，伊若是知影讲家峰某一条遐尼严重的，伊绝对心肝麻。啊，那林导我老公，伊表现了真好的。原来唔是家峰问题，今麦看起来，吴文杰嘛是，只是唔知两个联合起来，是计划什么代志。规日等下就知影啦。等下会议上哦，看啥人反应上大，反应上大，迄个人真有可能就是咧背后变鬼的人。啊，就是讲哦，电脑已经来啊，咱当过去开会啊。何家峰，你想怎么陷害我？你讲。你到底想怎么做？我想要问你，啥物陷害我？我这么信任你，甲你帮助，希望会当渡过难关。啊，结果呢？恁爸走去友好，让伊执行吃火的油香水。啊，你却陷害我这罗家。你甲恁爸爸同款，死无辜分。有话好我讲啦，莫来去甲动手。是请我还是别人的？我啦。啊！你两边哦，各人顾各人的，谁是神，谁是鬼，阮拢分袂清楚。啊！你家己的代志，家己去瞧嘛。好，来，哎呀，大家哦，是卖这样的生气，好不好？哦，哎，哥，早知安尼，咱会向出卖，咱就无应该替黑市集团遐尼着急吧？性质啊！是迄个油箱随创空，啊！不过即摆因为找阮娘，超工稳重收步，那嘛就转袂过来。王德祖，敢会当给我一寡时间，总要过十二啊？不是，阮不爱给你时间，是油箱随对恁黑市集团进行假扣押，啊，恁资金都给冻结啊呢。虽然讲伊即摆人哦，出意外中风，无得处理代志。你唔讲，我听讲吴记集团原先的代理总裁是姜开阳，但姜开阳对恁黑市集团，哇，迄怨气我较重，我看是无可能，予恁时间去总结呐。即卖永兴企业欠武当啊、地当，每一个人200亿，哦，啊，之前黑市集团嘛欠阮环宇集团200亿，啊，阮愿意提钱。出来报啦！恁愿意借钱给因哦？嘛不是安尼讲的，因为当初吼、哦、开发未来城
每间公司是提出250斤嘛，阮就当作恁黑旗集团已经先付阮200斤啦。啊，恁的股份哦，阮就承担落来。啊，剩的50斤，阮退转去，给恁黑旗集团。那呢？阮就血本无归啊！你用心企业吼，欠典当不当啊？每项200亿，拢总400亿。文化集团提出250亿，免你的股份，把这个钱吼先还给伊啊。要唔过剩的部分，你都要偷偷还给伊咯。无啊！安尼我唔拿血本无归呢，我该道歉呢。反正你也无钱继续投资啊，嘛未当认为恁安尼吼来耽误着未来城的进展嘛。我甲恁永兴企业黑旗集团买落来，甲这钱，互典当、副当、营造法度去周转，安尼对大家拢好啊。王金姐，环宇集团就只有黑旗集团，今麦要偷偷转去，阮无话通讲。啊，不过阮是哦，陈文也陷害呢。想怎甲帮助的人，颠倒是变作欠上济的人，这敢有道理啊？我是唔知是毋是用什么方式知影我投资 A P 基金，伊手头拄好有600亿的资金。伊想要大家训练你的能力，所以你就偷偷去投资，结果全无了了去。你唔知安怎甲大家解释，所以伊就买一个假的影片，把所有责任都甩我头壳顶。你莫想过小鬼呢，听讲搞安这罪名，搞到放开哦。安怎？更少登上去啊！最近金玉一直怀疑你，吴家峰，迄拢是你的问题。你袂记啊？近期你有条款，差点造成瑞幸饭店真大的损失。最近你做了真侪错误的决策，即摆你要把这条放我头壳顶，那瑞幸饭店会笑咧？你要落来再思想。你搞东西！好啊！我袂阁怕，文耀啊，我即摆真正有够后悔啦！我无应该甲恁黑旗集团斗相共个啦，早知影，我就啥物拢莫管，放互恁斗着啊！罗彩欣要甲陈忠信比拼啊，真好！当初恁只联手害我，即摆换恁家己掠土小台，我伫边啊看戏就好。爸。文耀真正不是这款人啦，所以你即摆意思是我是这款人？啊，那你我都唔知影啦，我连你到底是虾米人我都唔知影，我要来知你第款人？真可爱，陈文耀，你有看到无？你安尼伤害我甲静玉，你唔害我了事，嘛伤害我两个感情，你想要可恶你？你高啊！恁母都有心啊呢哈！恁莫阁学恁母安尼这么伤心嘛啦，拄好学就好啦。拢莫阁讲啊啦，退出就退出，算我看唔着啦。从今以后，我袂阁甲陈忠信斗相共啊！家母，行，行。唔惊是要留遮做客食，等人分一撮饭你食，行。阿公，我先对你来。吴文姐，我真清楚，你想要替阮解决问题。暗光黑旗集团资金转袂过，我要继续投资未来城，所以我愿意退出。文耀，我看恁黑旗集团还是赶紧想办法处理好食口业啦。啊，若无，莫讲投资，要保命嘛真困难。